诸位同学大家好，我们继续来学习情书制药360第二册第一单元君道。一、修身夹戒贪。二、绝无义之义，以奉得义之徒，弃不及之物，以修功业之基，其以明行，岂不善哉？这条出自于卷28无字下。这个图三点水，这个图啊，跟通途那个图，途径那个图啊，那个一样啊，意思绝无义之义，这是断绝没有利益的欲望，来遵循道德仁义之路。这个途就是门路了，道路的意思啊，断绝这个没有利益的欲望啊，来遵循奉行道德仁义之途。途就是这个道路，走这个道德仁义这条路。弃不及之物，放弃无关紧要的事情，不急啊，不重要的啊，那个就放弃了啊，不要去做那些不重要的啊，没有意义的事情。以修功业之基啊，来修习建功立业的根基，这个才是最重要的。其以明行啊，岂不善哉呢？啊，这个其以明行啊，这对于自己的名声与品性，岂不是很有意义吗？这个是一条啊，首先呢，要断绝这些不好的欲望的贪欲啊，这些欲望。不好，要把它断绝啊，要以道德仁义遵循这个途径啊，放弃啊不重要的事情，不紧急的事情啊，来建功立业啊，这样啊对自己的名望与品德啊，岂不是很好吗？好，那么这一条我们就学习到这里，祝大家福慧增长，法喜充满，阿弥陀佛。如果喜欢我们的影片，欢迎订阅频道，开启小铃铛，也可以扫上方的 QR Code， 就能收到最新影片通知哦。